地，有天注定是咱的主。因为今年九号公司董事长郭鸿瑞，新房中心中第三堆马祖的议会助理委员邱月超，江北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范国泰。祈求圣母的庇佑，基于职业有限公司开祝中多下神圣名品，身体兴隆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南飘北方，路立春潮。三敬拜，祈求圣母的庇佑，万甲青山宫遶境一切圆满顺心。内行，
感谢咱台北市立法委员何志伟先生哦，来莅临咱哦，嘿，哦，非常感谢咱立法委员何志伟莅临咱头家大哦的现场，好、哦，由几位事业集团公司董事长费鸿水敬三兄敬献礼，一敬献，再敬献，三敬献。天生敬献白沙屯拱天宮-天上聖母，请敬献。由新北拱天宮主理委员开轿，向敬献礼，一敬献，再敬献，三敬献。深深敬献白沙屯拱天宮-天上聖母，请敬献。公司董事长费鸿水，立法委员何志伟，新北拱天宮主理委员开轿，交通部魏武才，柯尚信，开国单位，全体在恭祝白沙屯拱天宮-天上聖母，敬三鞠躬礼，一鞠躬。再鞠躬，弯鞠躬，礼行。好，再不能走，再不能走，再不能走啊！青山宮岁次几周年，这里了敬战敬，一切圆满事情。